年轻人。哦，还有一个二楼的窗框是白色的，一楼是黑色。我觉得一楼的窗框那个也没有办法换啊，就是黑色就很奇怪。我好像也要搭公车，坐捷运的话有点绕。去吧去吧，拜拜拜拜拜拜。讨论就我要加入 ，OK， 好，那就拜拜拜拜拜拜。